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九。这个太阳能灯之前装在院子里面的，我想把它拿过去，装到机场去。因为它放在屋顶上面太高了，我不敢拿。就是这样拉会不会断呢？拿个棍子来撑一下。手黑完了，这样子晚上去看鸡的时候就不用看不到路了。要反过来啊，那样子才得。会溜走哦。那么这里太阳不怎么照射到吧？这上面这个是。太阳下午太阳从那里过来，要不要放高一点？这里太阳可能高一点。可以的，你觉得行就行了。马上院子就没有灯了。这个磁壁啊，它天一黑它就会亮了。刮个风就倒了。他要拿绳子绑起来。对啊，我刚刚忘记了解那个铁丝的时候，忘记把它拿过来了。大哥不是回去了，等一下叫大哥拿铁丝过来。这个是直接挂不了的，要用铁丝绑的。直接用那个电线长期挂起来就可以了。用铁丝挂在这里。我来。或者是绑到这个绳子这里，那解开，嗯，可以啊，我来，你来，啊，那你来，这样子啊，嗯，绑住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样子的哦。绑中间呢、啊、绑中间啊，它会滑呀。它这里不是有孔吗？穿孔啊，对对对，对啊，真是照下来的。它这个可以扭动的，它是可以扭动的。先绑好。嗯，先绑好扭好就可以了。你这个绑的好丑啊，好像把这个电灯绑架了一样。我们绳子只能这样子绑，也可以，到时候再拿绳子来把它固定一下，很稳的。嗯，鸡又在叫了，下蛋了，下蛋，看一下。鸡一般的是下午才生蛋了吧？那它在叫了，应该是下蛋了吧？看这个大哥的烟气，吃的最多了，停不下来了。你看，人家是换环境不敢吃，他是。吃的更香一点。这里的草应该要把它拿那个割草机来割一下，这样又像昨天一样，那个鸡挂在那个鸡笼上面哦。不用鸡，主要是在上面，把上面那竹子割开就行。到时候它就是野了，我觉得它应该会满山乱跑的。那个鸡老是叫了，我就听到叫，又没看到下蛋。一般鸡都是下午下蛋了吧？下午再来捡鸡蛋。刚刚捡了一个，也没有多少个，就这个几只鸡能下多少个蛋？这是不是蕨菜呀、啊？不知道，应该不是。我发现大哥那个烟鸡真的是吃的又多又肥。它长那么大，肯定要吃的。你看。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。吃青菜你还怕它吃？吃青菜你还不起、啊？那个鸡会不会好肥呀、啊？是的。它之前在家它怎么养的？养这么肥嘟嘟的。晚上收起来吃。
不过像大哥那么抠门，应该也给不了什么好的东西。就是玉米呀、青菜呀、估计就是养久了，像咱那个牛一样养那么久，也不卖啊。还没有，那他也没发信息给你。没有啊，他想干嘛？不知道啊，他说他要回去住一下，冷静一下，那就让他回去住。那提示他那个下沉马上就要摘了，到时候他自己拔，他没叫你拔。不懂哦，这个他不死犟死犟的，那就让他自己去做了，让他自己体验一下好不好做，难不难做，事情都是我做，还他不懂，让他体验一下。到时候呢，肯定会来叫你帮忙，也不会打单，我也不会打单，我只能帮他打一下包而已，看他自己了。之前教过他的，只是后面，我再懒，他又不做了。看他自己，那他不是老是说我，说他这说他那的，每次我教他，他都觉得我在说他。那让他体验一下，等他真正不会做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是说他体验一下。那不是，让他自己看一下，是不是我说他是错的还是对的？到时候发不了货，他就知道错了。你说的对啊，那不是。每次我教他一个这个东西，他就说：“哦、那你来，我不弄了，你来，这个我再也不弄了。”那就让他来吧。是，那回去反省反省两天。不知道，他反省不了就反省不了。他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他就认识到；那认识不到，那我也帮不了他，那他就这样了。现在我们也挺忙的，又是玉米，又是鸡场，现在这么忙，还等你们年轻人好吵就算了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是无所谓的，反正不是说无所谓吧，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么就是很直白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看我们，就比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又要弄下沉，又要搞机场，又要搞玉米，是不是很忙？很忙，是不是要把事情做好？那还一些事情教他怎么做，他认为我是在说他，然后发脾气撂挑子。那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还撂这么多事情要干的，还撂挑子，那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了，不懂得轻重缓急这些的，让他自己放心。他想不通，那就另外找个老婆。他肯定离不开你的。没有谁离不开谁的，他自己想明白。他觉得，哎，小姐也没有什么，我自己也能弄。我再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，说不定他下一个更好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去看一下热闹。